这疫情，你有这么好心吗？好与不好，不过是我一念之间。只要你别忘了，自个儿现在一身的两命就行了。外孙莫嫌疼，疼才见效嘛。你下得太嘴了，真是万孙不如天孙，不搞死他全家，我誓不为人。你们都下定决心了，那我又有什么下得了决心的？